好一位嘅朋友咧就系 Simon Wong 先生嘅。吓，咁啊，黄生咧佢系以一种哇好鲜艳嘅颜色出现，睇下佢先啊。好啊。人比冰雪。我好欣赏黄文嘅唱功，偶然嘅机会，我发现自己嘅声线同佢几相似，于是就刻意去扮佢唱歌嘅台风同埋声线，我自己都唔知似唔似噶。人比冰雪更冷，温暖的心竟热似炭，情感需经冰封，解去冰封满怀热爱吗？身似云鹤游侠，飞过危难，我未常怕寂寞，早已惯孤单。人心比我更冷，漂泊一生已成慨叹。人生际遇像梦，深信真的永恒是变幻。此际前路漫漫，一片平淡，宁愿再轻生死，奔跑风雨间。今晚我哋第一届似模似样嘅冠军就系 Simon Wong 先生。真假浪漫得手啊！恭喜恭喜，太高啲啊！啊，睇唔到你嘅樣，俾人嚟睇下你嘅樣先啊 ，Simon 啊，幾似浪漫啊嗬！而家你今日都開心啦，學到浪漫得到冠軍啊！你有咩感想啊？希望以後浪漫唱多啲好歌俾我哋聽，我哋學多啲浪漫。哇！Simon， 如果你唔介意，見得點好少少咧？你見得冇少少嚇？啊，眨眨隻眼俾睇睇。Robin 啊，你自己又有啲咩感想？咁多人都即扮得你都幾似模似樣啦。我覺得咧就係最緊要佢哋比較緊張嗰啲啊。如果唔係啊，比賽玩平時會重視一啲嘅，會咁樣。相信都會係啊。咁樣Simon 今日咧就係冠軍啦，有啲咩獎？有冠軍獎品咧，就係現金獎1500元。係。嗱，而家羅文真羅文頒獎俾模仿嘅羅文冠軍。恭喜你！恭喜！